这是我时隔六年再次访问越南，我看到了越南革新事业不断取得新的发展变化，我感到由衷的高兴。相信在越南共产党领导下，越南政府将带领越南人民在国家建设事业中取得新的、更大的成就。当前的中越关系持续地向前发展。昨天我同阮富仲总书记一道见证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，这些合作文件涵盖了两党两国合作的方方面面，充分说明了中越关系的广度深度非同一般。我同阮富仲总书记一道宣布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，开启了新时代中越关系的新篇章，相信将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大的福祉，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。